再喝水。再喝水。再喝水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你看看，应该有力学能什么的部分嘛？可能在第八九单元。对啊，对啊，差不多。嗯，哦，你看，应该在后面单元。在学，应该。力学能什么部分？哇。力学人想当然的跟力学是有关系的哈。那有哪些是跟力学没有关系的？力学人有哪些能量是跟力学没有关系的？未能。未能。未能跟力学没有关系吗？没有。啊？热能。你说热能是什么样的热能？知道，就是现在最需要的那个嘛。好，你现在需要热能，可是什么是热能？热能可以从力学转换。好像应该可以。应该可以嘛？啊，我们广泛来讲，都是说区分能力的能量的不同，一个是力学能，一个就是化学能，一个就是电能。当然还有磁能，如果你要讲的话，当然还有核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好，大概这几个能力。可是我们先不讨论其他的能力，就是因为这个像化学能，一般都是在那个化学课在讨论到的哈。那电能的话是我们物理的晚一点，电能、磁能都是后面一点的，核能也是哈。那化学能指的就是说储存在分子键当中，你把键打转的时候会释放出来的能量。电能指的是说在有电压场中，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磁力场，是中立场，对不对？中立场，然后在一个电力场当中，电力场就是说你有电荷的时候就有电力场，有电压有电力场的时候，这时候电子的移动。它需要能量，所以或者你把电子放开，它从这个移动，这个地方自动移动到这边，它就会产生多的能量啊。核能那就是原子核里面的分裂嘛，或融合的时候产生的质能互换的部分。好，大家认识。严格来讲，我们会认为未能也是力学能的一种。因为位置的改变，实际上看得到的就是速度的改变、距离的改变，是相关的，所以我们把位能放在力学人里面。那热能呢，是它的转换的现象。比如把化学人拿去化学键打转之后，它放出热量，放出热能。我持续摩擦，我会产生热量，我会把力学能转换成热能消耗掉。好，所以热能是一种转换之后的一个表现。那你热能当然可以说，我热能要拿去做加热，加热目标很多啊，比如要加热水啊，来洗澡，要洗热水。那你想，我一直摩擦，一直摩擦，水会变烫，很难。你摸了再说。很难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是很多机械上做的哦。你知道炮弹的底啊？现在他说以前的炮弹底是拿一块铜饼，撞，慢慢撞出一个饼出来，撞出一个杯子出来。那要花很多时间，所以新的做法呢，先做个管子，再拿个薄片，两个套在一起，滋，非常高速的旋转，高速的旋转在上面产生这样的摩擦，让它剧烈的摩擦加热，让两个融在一起，两个就结合在一起。所以你光靠摩擦，我可以要把力学能转换成非常高的高速，非常高的高速之后摩擦产生巨大的热能，让金属融化，这不是不可能。所以以前我们的可能加工技术比较没那么高，所以你会觉得很多东西摩擦撞过去我都很困难，你要把一个金属融化怎么可能？好，现在没太大问题哈。可是我们在讨论力学能的时候，当然我们有一个想法是，
所有的能量在这个宇宙当中是不会无中生有的，不无中消失，所以是让能量守恒嘛。所以其实我们从一个比较具观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大家想说宇宙爆炸，爆炸开始膨胀，像宇宙爆炸之后，如果宇宙爆炸突然间释放出很大很大的能量，这能量不就是很高的温度吗？或者是说现在各个星球、太阳、行星、很多恒星，它不断释放出能量到宇宙当中，那宇宙不会越来越热？如果能量守恒的时候，就是宇宙会越来越热。啊，那这有两种看法哈。第一个看法是因为宇宙正在膨胀，膨胀的过程当中它吸着，啊，一个气体或一个液体，它只要膨胀，一个分子结构或一个任何一个结构，在膨胀过程中吸热，吸热呢，它就把热量给散掉了。所以目前来讲，宇宙的能量是有在增加，但是非常的慢，非常非常的慢。那有一天反过来，当宇宙在开始收缩的时候，那温度就开始升高了。啊，就开始升高，而且升高的频率，我们这个快慢实际上是跟时间相关的啊，所以到底是快或是慢，这就是相对人的生命来讲，这个还是非常缓慢。终点。啊，但是对宇宙来讲的话，可能它像时间这样来讲，它是有我们的时间嘛，这样来讲是一眨眼就到了哈。好，所以能量守恒，我们基本上在下面的考量是都存在，只要这东西是，在整个宇宙当中来看的话，它是存在的。好，那我们要向一些看，力学能的部分。也就是说，假设这是一个 closed system， 我们讲的 closed system 就是说，我的能量没有交换，我的能量没有进去，也没有出来。这情况之下，在里面所产生的变化，不管是能量怎么转换，它的总能量是不变的。它总能量不变，那总能量不变，可能是说，它里面有。一本是化学能都一样，只要这是 closed system， 它能量没有交换的时候，它都是不变的，在里面都会局限在里面，啊，只会转换成热能、热量的方式出现，或者是转换成化学能的方式出现，或者是转换成位能的方式出现，或者转换成机械能的方式出现，啊，机械能就力学能嘛，哈。我们讲力学能，比如说举个例哈，像气体分子的高速运动算不算力学能？气体分子高速移动，是啊，是吗？好，那请问这高速移动，在你看起来它像什么？看不到吧？看不到吗？你有办法观测说这个气体是？应该多看多高速压力啊，看压力，看多高速。这高速速度呢，可以从一个外观的表现来看就是压力。你看这边是一个气体，这边是另外气体。我说这边的气体速度比这边气体快，你怎么知道？很简单，就两倍压力，因为它很快，所以它撞到墙壁，撞很大力嘛，它速度非常快。它这边是撞得很慢，表现出来是压力的问题。好，所以这个气体分子的移动也算是一种力学能哈。啊，只是它用压力来表示。我们在目前检测出来，你不肯去量每个分子的速度有多快。但是表现整体的表现出来就是压力，而在力学能，力学能其实有个重点啊。如果我们现在讨论的话，这是一个，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东西都要回到一个 ideal case， 就是我们先回到一个理想状态。因为你没有在理想状态讨论嘛，很多事情我们会没办法先简化，我们先问题先简化，后面再量化，再实际化。那通常。从理想化到实际化中间有界限，我们还是做不到。所以在机械设计上很简单，就是取安全系数。什么叫安全系数？预设误差值。一个误差值，对。我譬如盖房子，我先设计嘛，我这房子要盖十层楼，我这每层楼要载多少人，这是我的极限。那所以每个楼板、每个柱子应该多粗，都算好了。那算了，我是非常厉害的科学家，所以我算出来的绝对正确。啊，拍的没有人相信，所以对安全系数很重要。通常要取 1.3 倍或取 1.5 倍，看你的状况了。取得好的，就是你设计的非常仔细的人，他可能可以取 1.2 倍。那我们 P 测试大概算一下，你要取到 1.5 倍，因为你要估计到有些东西你算不到的。啊，包含像螺丝的直径啊，或者是螺那个孔啊，
我比如有个东西，我这样打个孔啊，穿个螺丝过去，那你的孔跟旁边的距离也会相关啊，你距离越短，这孔就会断掉了，所以要取安全距离。那取安全距离完，取安全系数取出来之后，结果你就可以，这个车，假设是第一部车，你车可能会非常大一台，就很重，那你可能当初所设计的引擎又太小了，所以这些都是牵涉到整个设计嘛。那我们还是先回到 idea case 来看，来看这个事情。所以在讲力学能守恒的时候，我们先假设我们的运动是在一个叫做保守立场里面执行的，什么是保守力？那新的名词啊，我们就解释一下保守力。没听过啊，没听过，那就第一次听，第一次听。其实保守力它定义很简单，就是说我当这个东西，我从这样的路径到这个点，我从这个路径到这个点，我从这个路径到这个点，我的能力、我的位能或者我的动能差，我的位能改变，或者动能改变，就是我的能力改变、能量改变，只跟这两个点的起始位置相关。那这种场，这个场就叫做保守力，在这个场里面所发生的力就是保守力。有什么例子是这样的？有什么东西是这样移动的东西？它可以从这边到这边，它可以从这边到这边，就它在这边所具有的能量跟在这边所具有的能量是一样的，总和能量总和是一样的。或者说这一点绕了一大圈回到这一点，原来能量表示零，我回到这一点之后还是零。在什么样的立场里面会有这样的情形？太空。太空啊，太空，太空，太空，我想想，太空应该是说太空不是不可以，太空也可以的，在太空中也是可以的。那或者我换个角度讲，非保守力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当我从这个点到这个点，我的运动轨迹如果是这样的，跟这个样子，我两个能力、两个能量的差是不一样的。什么情形会这样的？地表。地表？为什么地表跟太空会有这个差别？外力，你要说外力。为什么？因为有重力。重力，有重力影响。你这两个差别，主要差别是重力。或者是，那个不是重力，啊哦，重力，重力，动，是那个吧？因为他如果考虑到地球长度一样就有差别的话，应该是有阻力吧 ？OK， 阻力非常好。这样在非保守力场主要在这些阻力哈。假设你看我从这个点 A 点到这个 B 点，我这样滑过去，跟我这样子滑过去，我这边所是不是都在消耗的能量？在这个板子上摩擦嘛，都会消耗的能量，所以在这个板子上所消耗的能量，在这条路径上消耗的能量比较少，在这路径上消耗的能量比较多，所以从 A 点原来的能量到 B 点之后，这个路径就消耗很多，这个路径消耗很少，所以这就非保守能。可是，在任何一个重力场，任何一个重力场，在不考虑摩擦阻力的情况之下，它都是保守的，都是保守力场，啊，都是保守力。就是说，你看我从这个粉笔，假设这边有个滑轨，啊，这个滑轨可能是这个形式，或是这个形式，但是我的滑轨当中没有摩擦力，我这个掉到这边，跟我这个掉到这边，像我到这边的墨数一不一样？一样。墨数是一样的，表示我具有的动能是一样的。我从这边的位能转换成这动能，我的能量没有消耗，我只把位能转换成动能而已，我总能量是没有消耗，总力学能是没有是一样的。对，所以差别就差在一个摩擦力。但是真实世界上，你要找到一个没有摩擦力的地方，
基本上不太有。太空章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，太空是基本上几乎是没有摩擦力的太空，啊，但是是太空有时候因为它离星球比较远，它的立场看不到，啊，它没有什么立场，不是那立场啊。OK， 那我们就来想象一下力学呢，那力学是什么？力学就是无外乎就是动能跟未能加啊。未能上次我们定义过了，未能是来自于说位置的改变，所以它会储存一些能量在里面。我把这板擦从这高度拿到这高度，我就必须先对它做功，让它从这高度到这个高度来，所以它就具有一个力未能在这边。好，当我这时候呢，我把这个系统独立出来，包含的手独立出来。假设这是一个真空的情况之下，这个板块掉下来嘛，因为它的动力场它掉下来。所以在这个独立系统里面，你可以看到是未能在转换的动能，它速度越来越快，速度越来越快。好，在这个独立系统里面，在任何一个时间点，在这个时间点，在这个时间点，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的未能动能总动能加未能的总和是个定值，力学的，就力学的总和，力学的首位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在这是一个，假设是一个单板啊，我们从这个点上落下到这个点上。你看它一定是落到同一个高度上，哎，这样的话高度不一样，啊，它从这个点落到这个点上，然后它刮过，它的高度会是相同的高度，那表示它的这边的位能是一样的，位能的话一表示，这边是 k， 一 k 啊 ，k 是 kinetic， 是动能 ，u 是什么我就不知道，就是位能 ，u 是位能，但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表示，它的代号怎么来我不知道，那但是 k 是 kinetic， 是动能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他会把这边的能力差，对吧？它的 delta 一 ，delta u 会转换成这边的 delta 一 k， 转换成它的动能，它的动能再转换成位能。那如果是一个解决运动呢？好，这是一个平面上光滑平面上的一个解决运动。弹簧绑个物体，啊，最大弹簧，这样 M， 好，我让它左右移动 ，A， 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在 X 和负 X 的时候，它所具有的是动能高还是弹簧位能高？弹簧位能高，动能是零嘛？好，那你可以透过这部分来去解释，或者来去计算，我们上次算过它的周期是多少？对，然后也可以算出它的这个在这边所具有的能量是多少，对，在这个点上所具有的能量是多少，记得吗？好，这具有的能量我们可以用那个 F X 图来做，对不对？嗯。X 是指的是它的，我们功不是等于 F D 吗？啊 ，D 就是等于 D X， 就是我们的距离差，所以它当它开始移动的时候呢，它的力量开始变大。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怎样这样的一个图形？当我到 x 的时候，我的力能多少？是 kx， 但是负的了。啊，所以你可以算出它所有的能是不是在这边？所以我的能就等于什么？我的位能在二分之 kx 平方。啊，这是 x 嘛，这是 kx， 所以我的能是这一块，对不对？就二分之 kx 平方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哎，我这边是二分之 kx 平方，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这边的动能是多少，是不是啊？这边动能就知道，因为这个位能这么多了，动能转换成位能，这我就可以知道这个位能，哎，就是弹簧位能在这边转换成全部的动能，所以这边已经没有弹簧位能了，因为它是自然生成量零，所以这边所具有的能量都是动能。所以假设问你说，啊，那这个部分，这个弹簧回到中心点的时候，这个速度是多快？那是不是可以从二分之 kx 平方等于二分之 mv 平方来算？对不
对。对，所以这个速度是跟你的距离有关的。我拉的距离，一开始拉的距离越远的时候呢，我到中心点的速度就越快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上次有算过一个，它的这个情况之下，它的周期只跟谁有关？这个情况之下，它的周期只跟谁有关？弹性系数。只跟弹性系数还有嘞？没有。啊，质量。还有质量有关吗？哎，对不起，不是这样写的。它的相关性跟只有跟那个弹性系数跟质量有关，它跟距离没有关系哈。上次讨论过了，啊，这部分可能减学运动的那个速度公式跟那个加速公式出来，因为你速度已经知道了嘛，速度知道之后，你回去导它的周期啊，周期不是2πx/T=v 嘛？记不记得？这是假设它是一个圆周运动啊，假设它是以定点为中心，它是一个圆周运动。对，圆周运动的半径是 x 嘛，对不对？对，2πx 是圆周长，圆周长它以周期 t 的时间在运动的时候，所以它每个点上的速率是 v。所以我们最大的这个点的速度就是这个 v， 所以等于 mkx， 对不对？所以 x 跟 s 先约掉，所以这除过来，所以 t 等于什么？二派根号 k 不是？好，就是意思说，你质量越大的时候呢，你的周期会越长；你变化系数越小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好，所以这是减弦运动的部分。好，但所以你看到它也是通。它为了转换动能啊，在这边做转换，它的总能量不变，但它没有考虑摩擦力啊，没有考虑摩擦力，所以这种题目就是，一定要在非摩擦力的、无摩擦力的情况下，因为这样回到那个保守的，保守力的部分啊，所以你要在保守立场里面，它如果摩擦力不是，它就消耗能量啊。在这边另外一个题目，这应该是我们应该都做过很多遍，就是假设你在星球的一个距离，你从那边落下到另外一个高度的时候，对不起。你从落下的时候，然后这边的速度是 v1， 我落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的速度是 v2， 那我可以算 v2 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它的能量啊，它这点能量，当然看你的 h 有多高了。我们通常来讲，假设离地表很近的话，我们用 ngh， 对不对 ？h1 加上二分之一 m。V1 平方，这等于这边的能量嘛？是不是这一点的能量？对。然后它会等于第二 mgh2 加上二分之一 mv2 平方，这等于能量。对。所以，假设你想求后面这个阶段的能量的时候呢，通常把这两个等式画上等于之后，就可以得到它结果了。那假设这 h1 跟 h2 是非常非常远的地方，那就怎么样？譬如假设一个，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陨石要掉到地球上面来，那这掉进来的时候，它着地，因为在接近地球的前面都是太空嘛，几乎是没有阻力的，也就是保守的，对不对？保守力。好，那这个情况之下，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慢。在进入大气层之前，它的速度会是多少？我们可以算。我们上次讲过，它的在一个距离是 r 的情况之下，它的位能都是负的。这时候我们用无限远当成零了哈，负的 rgmm， 对不对？那你可以用这个 r1gmm
加上它的速度是二分之一 m v 冠平方，对不对？这会等于第二个距离，等于负的。这样做也可以，这是从无限远处调到无限远处是零的时候，来看无限远处当然是说，无限远处是什么？无限远处是零，所以它是动能是位能是零，加上动能也是零，动能是不是零？无限远处理论上它的动能是零，它应该几乎是不动的，它慢慢被地球加速被吸进来，所以实际上每个点上的速度应该都可以同意。除非说在无限远处那速度是零，它就可能加上一个值，但是，对，那感觉上，反正都是，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用到的时间比较少，好，那但是现在考虑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考虑到像。太空梭或者是火箭要发射到宇宙中去的时候，你都是要考虑到那个计算方式，好，那我们先，感觉让大家突然间有点沉默，我们看几个题目试试看，这个因为更沉默了，不是啊，这个有时候我们这样解释这些。理论东西就是这些东西，那但是我们实际上运用好像就不见得能够很熟悉啊，所以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看范例一好了，好不好？九十一页的范例一，那个你没有课本，我给你。那个好，然后你看要一起看还是你就先看你的部分？没有，我也没看过。这就是要回到那个，因为弹簧质量你不能忽略的话，弹簧本身的改变它会影响它的位置，影响它的，对，还影响它动能，你要考虑它质，弹簧的速度啊，弹簧有没有动能。他们先拉开一个 X 距离。哦，没有了 L 距离。好，调查 L 距离。是固定小 m 还是固定大 m？ 固定小 m。固定小 m。好，所以可以想当然了，这个。固定小 m 的时候，这个大 m 是从 delta l 当成那个解决运动距离在运动，所以它从这个点上运动，从这边产生点，这是 delta l 的话，它再回到这一点上，然后它这样左右移动，两个都是 delta l，
所以怎么样？没有，我在想一下。没有，继续。所以在这情况之下呢，你可以看到是这个弹簧，这个 M 在这边是没有动的嘛？啊，我们这边弹簧位呢，这边只有 M 可能有弹簧位能够动的哦。啊，应该是指的是那这个东西弹簧不考虑它弹簧位呢，是因为它质量为零嘛？啊，它物理武器嘛，所以我们就考虑它的弹簧位呢。所以我们的位能做到在最大值的时候 ，U 等于是等于 M。对不起，不是，它的弹簧位能是二分之一 K delta L， 明白吗？是不是？对。对吗？那它现在题目是什么？增长量为何？最长的。当 M 等于弹簧位上。在这里。动能啊，它是当动能。动能等于这么大的时候呢，它位置应该在哪里？应该在哪里？应该在，它已经有答案了。啊？还有差是？应该在原来的位置吧，增量为零吧。那不是吧？啊？它是量增的。隔空二分之一减少了，对吧？感觉很合理，因为它直接弄得到那个热值出来。他先将它拉长一段距离，当动能等于位能的时候，当动能等于位能的时候，位能是为零吗？动能等于位能。那只要先算出它那个拉长 L 的时候的那种的弹性位能，然后再除以二，那就可以知道它。对，应该在哪个点呢？是这个样子，哇，到啊，这里也是这个意思，你看，因为它，好，如果是说它等于二分之，那不是。对啊，现在这个意思是讲，就是它拉的最长的吊塔有的时候的对的位置嘛，所以它不可能等于那个时候的动能。对啊，吊塔有的弹性位能嘛，对吧？它为什么等于二？对，它不能真等于一。没有，它一起量，它一就除以二的意思啊。因为反正这是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封闭系统嘛，所以它拉长了。你说位能可以直接把它除。就是它不管怎么样，它动能加弹性位能都是那个、啊，都是定值，都是那个二分之一 k 标还有平方、啊，所以它只要把它除以二，就知道它的动能什么时候会等于位能，然后它就可以算出它的 x。等一下，你说它除以二什么意思？除以二啊，因为它两个值相等嘛。两个值相等。对啊，就是动能加位能会。相等，然后又两个相等的一个定值，所以你就知道把那个定值给除以二。啊啊 ，OK。啊，思考题目。他意思，我理解错他的题目了。他题目意思说，当我在某个点上，啊，我的点所移动的距离是 x。我在这个点上的时候呢，这边的时候的动能会等于位能，这样子，就它转换一半，它转换一半的能量就给动能了，或转换一半能量就给位能，这个意思。所以这时候它的动能位能是相同的时候。OK， 那就是，那我们的能量总呢，等于二分之 k x 平方。这是位能嘛，加上二分之 m v 平方的动能，
可是因为动能能位能，所以等于两倍的三分之 kx 平方。OK， 好，所以 x 等于。就等于课文，你知道他意思吗？他意思说，在某个点上，动能等于位能的时候，那我第一个理解是动能转换成位能的时候，那位能转换成动能，动能就是原始就是起始点上，啊，是吧？第二个题目是不固定，拉开，你过程直性不变，然后放开，就算正负平的 m 不了。这应该比较简单嘛，就比较简单。所以他的意思是，好，他的直心，假设他比较靠近他的话，直心在这边。那他说两边同时拉长一个，拉长使它的伸张是 L， 比如说他拉长一部分，对，他拉长一部分，可是你的这个位置没有跑掉，相对来讲你所拉长的距离，距离又不一样的，距离再大一点，小 m 的部分再大一点，让它的位置直性不变，对吧？啊。这边所拉长的距离，假设这是 x2 x1， 它这样有比例关系啊，它会是 m x1 等于 m x2， 知道吗？嗯。不是，我听到。m x2。对吗 ？m x2 m x1。然后就放开了，然后他问什么？解决这种正负呢？就是他再压缩回来会是多少？那事实上，这种题目有时候我们在看，好，他现在拉长一头，因为他所拉长那一瞬间，那怎么样放开的时候，这个系统里面是不是有弹簧位能？对，两个都是静止不动的，所以他弹簧位能。总能还是二分之一 k delta l 平方。你放开之后，它开始震动，所以它那个压缩到什么情况之下？我们看它最远的那一点跟最近的那一点，最近的那一点是不是也是这个能量？所以是压回来到这个点上，压回来到这个。那边会压回这个点上，那这个距离加上这个距离会是多少？是不是 delta l？ 对。对，你拉长的 delta l， 你往下压缩也是要这个距离啊，它才会相等啊，它的能量才会等于啊，所以它是，因为事实上是 L 哈是有向量，但是平方之后向量就不见了，那个方向就不见了，所以它是等于二分之一 L K 负 delta L 的平方，所以它是压缩负 L， 拉伸负 L， 所以它的那个什么正负是多少？正负相加了，对。政府它是看单边的嘛，政府是看这边的政府跟这边政府，是不是啊？它只看大二。它只看大二的政府，对。为什么？他就问，他只求大二。只求大二的政府，而且我们就只要看这边的比例关系。对，这边比例关系。那是从直径来看就好了。对。对，所以应该是多少？是 delta L， 大 M 加小 m 分之小 m， 对吧？对。好，应该这个成分有 delta， 因为这是比例关系啊。
它的位置就是比例关系。那另外一边的另外一边正距离就是 delta L， 大 M 小 M 就是大 M。啊，这是 M 的正负，这是大 M 的正负。两正负通常指的是从圆心到旁边，就指那半径的半径就是它正负，对不对？它是上下嘛。我们要讲正负是从这个 x 轴到那个最高点。嗯 ，OK， 好。所以我们上次讲说不下课。哦，有吗？有讨论的。我们有讨论。好。一般上都没来。啊，那天你没来，上礼拜。对啊，上礼拜你没来。所以我们就快速通过了。对，那怎么样？继续上课就对了，来吧。我们上课上到那个就提到十分下课嘛。好，这就是那个解决这种部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题目。如果要喝水，我们就自己来。喝口水。不是，翻译生。我们看下翻译一下，但是我真的想喝这个水，我喉咙有点不舒服。这个是那个